你们当初一开始知道就是要演彼此的情侣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我就想说，我们真的不会笑场吗？对，我那时候想说，天哪，怎么办？可是你是天哪，怎么办？对，因为我很怕太熟啊，就是会想吐是吗？因为就是太了解个性了，所以就是会很怕，就是他在做一些事的时候，我就会说天哪，通常会这样。可是你们不会觉得说有一种幸好是彼此的感觉？那是后来的时候，后来真的在作业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就跟我讲说我要剃光头，我那时候天哪，太有趣了吧！我是真的就是在想说，就是很好玩。然后接着他就说是要跟那个林依晨演情侣，就很完蛋了，就有不笑场的可能吗？对，而且我们的戏又都这么重。对，然后后来实际去操作，就是我们去拍那个照片的时候，才会就觉得应该是他应该比较有感觉啦，就是对，幸好是他。为什么？因为你那个照片是，对那个照片，我就是100%的信任他，所以我就是可以做出最极致的东西。可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那个东西可能会有些人会说啊，你牺牲很大。可是我觉得那不算是牺牲哎，因为那其实就是花卉这个人的这个角色表演的一部分，就是完全的完整他的表演，因为他前面没有办法出场嘛，所以你可能可以用这些来推敲他在台北的生活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表演的一部分。哦，那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在照片里面的状况越狂野，等到我们真正出场的时候，那种对比会越大。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觉得在做一个创作，所以就不会觉得我是除了是他可能必须要担心他尺度或什么，我自己个人部分其实像是要剃头或者是剃什么都没有感觉，都会觉得也不会觉得是什么特别的牺牲这样子。你那时候不是有帮我们拍吗？那时候拍有什么感觉？我知道，因为我原本就是只是说在火车上的时候。就你们就开始了嘛，对不对？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在睡觉，可能睡就听到那种声音，然后就然后就一看，两个人就真的亲起来了。对、啊。因为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你们两个接吻，然后我就有点 shock 的感觉，就是旁边是 Cammy 嘛，然后他就这样然后我就，对，我觉得那一次的旅行应该算是就你们两个建立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吧。虽然他就是当我们是觉得说是为了素材，但是也是一个。我觉得那时候对他有对彼此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了吗？在花莲时，去花莲回来之后，就是我们还会传讯息问彼此在干嘛之类的。我后来就把他的手机改成老婆。对我，他在我的手机也是老公，到现在都还没改掉哎。你我也没有改，真的假的？我没有改，不然我现在改啊。然后会变成习惯，其实到现在都会习惯，有些事会直接先问他，然后跟他讨论。有的时候，我现在也是会变，因为我以前其实不太会。我现在直接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可能就跟你，然后第二就跟他。这次拍摄跟你的相处非常的密集，其实我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某种程度来说会希望就是大家都平平安安，不是平安，平平顺顺的，不要有什么争执，所以你很容易就是会为了要有这种感觉，然后常会委屈自己。因为我可能就是一个从小时候还就是涉世未深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做自己的小孩，然后大家都很常会说林依晨就是一个很爱出风头的人，可是我当时也不会这么觉得，因为就是小孩子，直到就是一直被讲之后，我就会形成一个莫名的压力，我就会希望自己可以躲起来，不要再被任何人看到。我觉得其实我跟你有点像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其实我的个性是非常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很暴烈的一个存在，就是我什么事都是很极端的，从国小、国中到高中都一样，就是我一直都是无法去融入别人的任何一个团体里面，就是这种就是一直很质疑自己。后来进了这一行之后，我就开始去把自己剪掉，去把自己删掉，把自己的。因为我现在以我认识的你，我不觉得你是暴烈的人。对，我就是因为。大家都说要做自己，就是做自己。可是我觉得我做自己，我做得好痛苦。然后一直到真的是进 Q Place 之后，我才开始慢慢的、真正要学到把自己一点一滴的放出来。然后我认识了像你们这些，也是一群很做自己的人。然后你们都可以很接受我，我才
我是讲真的，就是这一阵子拍，就是拍了花甲之后啊，还有之后这一段时间，我突然开始又问，开始会试着又就问自己说，哎，我自己是不是好像没有那么糟糕？我本来以为，我就是很天真的会以为说，哦，做演员，我刚刚开始可以做我自己了，我可以把我最真实的一面都展现出来，然后我每一种不同的个性去做不同的角色。可是，可能演完花甲之后，我才会发现，当演员要面对的考验会比做其他事来的大太多太多。觉得演员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他们就很想要被大家看到，嗯，可是又很害怕被看到。我觉得这就是跟成长一路上的挣扎是一样。我觉得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都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质疑过，就是我好想被大家看到，可是我又不敢被大家看到。你去开始当演员的时候，你可以去正视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去接受他。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就在这条路上要去接受自己，然后我就要哭了。我也是，我也在接受自己的路上。有的时候我会想说，我喜欢当演员是因为我真的不想要当自己啊，因为我觉得我当别人好自在哦，就我可以不用去管别人怎么想。嗯，为什么演员会觉得可以当别人很自在？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可是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可以做自己，因为你自己真的很好。就我认识你，可是因为可能我很怪，所以我觉得你很好。对，我们才会当朋友啊。